喂，大家好，分享下呢個《星島日報》啊，洛杉磯版，2024年5月10號，星期五，頭條新聞，啊，第一單啊，陳輝認罪，陳輝啊，識唔識啊？有冇交往啊？嗱，好活躍嘅喺香港啊，咁咧就億萬富豪啊！就福布斯都列過佢係啊世界級嗰啲大富豪嚟噶，咁佢就係呢、這個香港啊星美傳媒係嘛嘅老細 ，OK 佢開咗呢個星美傳媒啊，咁同埋城報啊，城報嘅股東 OK 城報股東，咁喺北京咧。就新天地東梅酒吧嘅老細啦，另外最出名嗰間咧，你去過未啊？天上人間啊，係嘛？我知佢幾有錢，咁跟住佢就去活躍喺香港啦，咁跟住就走咗去美國，係嘛？咁就喺呢個長島嗱，56歲嘅啊，長島嗰度住 Long Island 啊。咁咧，佢俾人拉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10月份啦，就喺曼哈頓廣場嗰一間酒店嘅公寓裏邊，即係長租嘅嗰啲應該，咁就 debt 咗10月拉，一路就扣留到依家噶啦，扣留到依家7個月啦，7個月。咁咧，佢就做啲咩咧？做咗啲咩咧？佢咧就捐獻啊，非法捐獻啊，捐俾咩人啊？紐約市長啊，埃里克亞當斯，長島聯邦眾議員啊，安德魯加巴里諾，同埋曾經競選國會議員嘅羅德島克蘭斯頓市。前市長馮偉傑等 ，OK， 咁佢就攞到呢個永久居留喎，攞咗6卡喎，但係佢係提供咗一啲虛假嘅材料而得到呢個6卡嘅 ，OK， 咁因為佢一路咧都有用另一個名李木林，但係佢申請6卡咧就冇報呢個名，係嘛？咁即係佢又。做假啦，話佢講大話，咁咧就即係用非法手段得到6卡啦。當然依家6卡佢亦都放棄，唔再儲啦，唔爭。咁咧就佢就放棄，咁嗱韞咗7個月，咁而家咧就判佢7個月喎。咁嗱，佢仲做咩咧？好兇悍㗎，陳輝。咁就向前妻施暴，即係離咗婚啦。咁就去年9月，係嘛？咁佢前妻就報警，就話陳輝啊，用斧頭啊劈開咗佢個睡房嗰、那個啊個電子鎖啊，鎖住嘅門啊，個壁櫃用電子鎖，於是將佢啊逮捕，就話佢刑毀。可能裡面鎖咗啲乜咧？佢老婆就唔俾佢就攞斧頭走去劈啦。跟住報警，9月報警啊，10月就拉咗。OK， 可能佢唔做依樣嘢咧，佢都未必咁快俾人拉嘅。即係佢老婆報警咪啦。即係佢就喺個就唔喺屋企住啦。佢劈完咧，走咗去嗰個公寓，人喺公寓度揾到佢，跟住拉咗，咁就判佢7個月。咁佢而家咧就已經韞咗7個月啦，因為佢10月嗰陣時拉咗就一路韞到依家啱啱好7個月，咁就驅逐出境，係嘛？就遣返大陸噶啦，會遣返中國噶啦 ，OK？ 陳輝翻到去唔知會有咩後果啊？好啦，嗱，依單華南竊盜賣名琴及搶劫銀行。
一旦兩項取重罪罪名成立，面臨最高20年聯邦監禁啊！嗱，呢個南華南華南，咁咧就佢呢個咧就佢喺銀行度遞紙仔啊，遞紙仔就話要18,000蚊啊，叫人保持冷靜，不會傷害你姐姐咁樣呢、這個，咁咧就當時去。啊！呢、這個喺個櫃枱遞紙仔嘅時候，俾人影咗啦，閉路電視。其實就話攞咗4嚿幾水嘅啫，即係個職員俾咗幾嚿水佢啊，佢攞咗就走，就揸自己架車喎！呢、這個傻瓜揸自己架車，咁咪當然影埋啦，就翻屋企喎。咁啊，嗒鬼咗。咁佢犯案手法嚟點咧？就去扮一個收藏呢啲。佢琴就小提琴嚟嘅啦，啊，即係走去扮咧收藏呢啲名貴嘅小提琴，就去同嗰啲即係擁有呢啲小提琴嘅人就講話借嚟先，借嚟咧我就拎去 show，OK show 咗我或者我試用咗 OK 我就買，啊佢講服啲人俾佢喎，俾咗佢就拎去買喎，已經拎去買啊！咁已經成功咗咧，賣咗幾個噶啦，已經。咁嗰啲小提琴幾多錢啊？1823年175,000啊，美金啊，即係過100萬港幣噶啦，已經係嘛？100幾萬港幣。然後另一個就1870年嘅，都值60,000啊，60,000即係40幾萬港幣噶啦，係嘛？咁咧就。另外仲有兩個小提琴啊，同埋一個弓，即係拉小提琴嗰個嘢啦，係嘛？總值都100,000，哇！真係咁佢呃咗之後咧，就拎去賣咗 OK。咁但係聯邦調查局收到依個 case 就通緝佢啦，佢又知嘅喎，知人通緝佢喎，咁佢就走去打劫銀行提紙仔，唔知係咪專登我發覺。係嘛？邊有咁任人影低？揸自己架車喎，仲要咁人哋遞咗幾嚿水，佢就 O K 就走咗喎。嗱，佢又冇話自己有冇槍，有冇炮，有冇炸彈冇啊？淨係純粹遞紙仔嘅就 O K。咁啊，揦咗幾嚿，咁啊俾人拉咗依家。咁最高刑罰可能咧20年 O K。好啦，依單3,000萬現金劫案啊，辦案單位毀莫如深。即係佢一路查緊，仲未破依單嘢，咁就就嗱，依個倉庫啦，係佢有倉庫嚟嘅，加特沃就擺咗3,000萬現金喺嗰度，咁俾人偷咗咧，而家咧就查緊啦，當然係 FBI 啊，同埋當地嗰啲警察都一路查，完全查成點，完全冇人知啊，佢唔報。OK， 冇報，咁就大家一路留意下呢單嘢咧。如果有興趣 ，OK， 睇下破唔破到咧。嗱，最近有套戲啊，又話即係資助佢拍嘅，唔係幾好嘅，意識不良係嘛？就啊，試親，嗱呢單係真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小學老師就俾人殺害。佢個仔就俾警察拉咗，就私係佢個仔做嘅 ，OK？ 依單謀殺案啊，私係佢個仔做嘅 ，OK？ 咁佢之前就話係嘈嗌交啦，嗌完就死咗啦，死咗就啊私佢個仔做，而家拉咗，係嘛？拉咗咧就200萬擔保 ，OK？ 啊，睇下擔唔擔保到出嚟啦。好啦，最後一單。咁咧就係蘇聯過後咧 ，USC 畢業典禮週三陸續展開。咁佢其實已經個大型嘅畢業典禮就取消啦，但係啲細型全部都繼續做㗎嚇，即係佢啲個別科目自己嘅畢業典禮一路繼續做。咁而家又整咗個特別嘅畢業嘅典禮啦，就係、是、會有叫做特洛伊家族畢業生典慶典啊。咁就用非傳統嘅方式咧，咁就話仲有。無人機表演、煙花驚喜表演咁樣嘅，啊，製造啲歡樂氣氛啦，係嘛？
仲準備咗啲特別嘅禮物 ，OK？ 係嘛？咁咧就當然依間點搞都容易啲啦。佢私校嚟嘅 USC， 即係南加州大學啊，南加州大學啊，即係 S W South 咧，係嘛 ？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，OK？、Okay? 南加州大學，咁就學費都唔平啊，唔平。但係名校嚟嘅都係同 UCLA 啲拍住噶啦，因為 UCLA 就係公立嘅，佢依個 USC 咧就係私立嘅 ，OK？ 咁點解佢儘量都早於畢業典禮咧？其實依今年佢畢業啲咧，都有啲都幾慘嘅，因為啱啱早幾年佢哋高中畢業咧，就係、是、疫情啊嘛 ，COVID 啊嘛 ，COVID-19 啊嘛，就取消曬嗰啲畢業典禮噶啦，高中啊。咁冇咗畢業典禮喎，咁到而家如果又取消埋，因為依啲咁嘅暴動取消咗個畢業典禮，咁咪高中又冇畢業典禮，到大學畢業又畢業典禮，咁都幾慘，係嘛？咁而家所有嘅學校咧，盡量做畢業典禮，等佢哋有個回憶嘅大佬，係嘛？如果唔係，咪慘到比。係嘛？中學已經高中畢業已經冇畢業典禮啦，到依家大學畢業又冇畢業典禮，係嘛？咁依家都盡量做翻俾佢哋嘅。咁其實佢個別學科有已經 OK 啦。咁而家就盡量慢慢做翻啲啊大型啲嘅畢業典禮啦。咁其實好多大學照做㗎，照做嘅。咁照。同埋有啲大學係冇事發生嘅嚇，冇事發生嘅 ，OK， 唔係間間大學就有扎營噶，即係個別嘅啫，個別 OK， 個別就可能有幾十間啦 ，OK， 咁就唔係全國 ，OK， 好，咁就呢、這個星島頭條就分享到依度，好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